非常之精彩的一套《斬驚堂》，多謝兩位粵劇名伶李秋元先生同埋陳詠儀小姐為我哋獻上噶。咁啊，依家到咗大家期待已久嘅時間啦，就係今晚我哋梅開紅運永流芳嘅壓軸演出啦。咁啊，五湖泛舟，咁啊呢個五湖泛舟故事咧，係取自林家聲博士嘅開山名劇《煙波江上西子情》嘅尾場片段嚟噶。咁啊，係講述吳越戰爭期間咧。越國大夫范蠡咁啊巧遇美人世事，咁啊中國四大美人之一嚇，咁啊佢咧范大夫咧就求阿西施咧為越國去效力，以美人計咧去迷惑吳王噶，咁啊經過連番苦鬥之後咧，越國就終於復興，咁啊范大夫咧同埋西施兩人咧都功成身退。退隱江湖啦，咁啊歸隱五湖之中，咁啊為我哋演出。嘅兩位粵劇名伶咧，就係龍冠天先生飾演范蠡，另外咧藍鳳小姐飾演世事，五湖泛舟送俾大家。国难，国偷重，国
见到太湖，为把郎追来归，
怕见太湖变作杀人坑啊！我主愿
王，寡人善道，身就长颈了背，能同还得。光妻，难得我哋心意相同，落得逍遥自在，何以你无端感叹啊？
望尽了忧患，佢貌如玉琢粉雕美，似娇花如得颜。家里能重温，万家也都生快乐，满心欢。双双佳母，光下明媚爱清淡。西云外去，扁舟帆影烟波多謝龍管天先生、林鳳小姐為我哋獻上的五湖泛舟。
由鸿运粤剧团主办同埋呈现嘅梅开鸿运永流芳节目已经圆满结束啦。再一次请今晚嘅所有演出嘉宾同埋咧杰哥，我哋一齐出嚟同大家谢幕见面吓。希望咧我哋鸿运粤剧团喺不久将来咧喺神功戏之余，仲会喺戏院里面咧多啲见各位观众啊，好嘛？好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